好的，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电场或者是磁场，我们要探讨的电场或者是磁场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属于 beta。 OK， 那它的微分方程会表示出来的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几个，一个就是因为它是向量，它也是向量，它有可能出现的是 curl 跟 diverge。 这是我们底下会常常会出现的一个这个探讨电场跟磁场，好，那会探讨的一个情况。那针对我们要探讨它，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希望的是，当我们在探讨电场的时候，跟我们探讨磁场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性质都蛮接近的，最好呢，它们呢之间都有什么对应的关系。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要讲的这个 theory 的部分的话呢，是我们把它 general， 我们把它 generalize 的，我们说假设有一个场，那我们假设它 diverging 的情况，那这个 F 呢可以是磁场，也可以是电场。OK， 那我说它 diverging 的结果如果是 D， 那我们直接基本上面我们就把它写成 D。 当然在这里我已经写错了，原因是什么？一个向量的 diverge 它一定是要是一个存量，所以 D 是一个存量。 OK， 那如果同时这个 F 呢它 curl 是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写出来好，它是一个 C。 OK， 所以 curlF 它是 C， 当然 C 呢一定是一个这个 beta function。 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假，这是我们的假设，我们的问题是
那如我们怎么，我们能不能表示 F 是等于什么？假设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这也是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能不能马上表示出啊 F 是等于什么？ OK， 那这个 theory 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没证明之前的话，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在下面 Maxwell equation 都可以得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定理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都可以得到的。那反过来，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是不是回去可以去推 F 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 V 是什么，或者是 E 是什么。那我们说实际上它存在一个唯一的解，这个唯一的解呢，我们如果知道它，我们也知道它 OK， 然后有一件事情是在我们的向量里面，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向量，你把它先curl，再把它取divergence，它等于多少？它等于零。所以你马上看到的就是说，你的divergence的 c 是等于零。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本来就是向量的这个函数，向量的定义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那我们说我们的 F 是等于多少呢？ F 我可以把它写，它是一个函数的 gradient 再加上另外一个函数的 curl。那这个函数 U 是等于多少呢？ U 呢，我可以把它写成，把 UR 写出来，是派分之一 R， 然后 DR Planck，把它直接写下去好了。R 减 R Planck 底三方 R Planck， 或者是对底涛。在这边的话 ，R 跟 R Planck 它其实是不一样。R Planck。那你现在你是对 R Planck 在做什么？在做三度空间的积分 OK 好，不是对 R， 所以积完以后只剩下 R 的函数，这是 U。 然后呢，这里的 W 呢，我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是等于 R 减 R Planck 的绝对值，然后 C 的 R Planck， 然后对 R Planck 做三度空间的积分。那当然我们这里 total 的 boiler 好的话就是 XYZ 啊，R Planck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要讲 upon 的话，它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的值 S 零 I Y 零 J 加 Z 零 K。你常常 upon 指的就是你 source 的位置，譬如说这边有一个 charge， OK， 就是你的 charge 的位置。就像我们刚刚，我们不是这边已经杀掉了吗？我们 delta function 在指那个 charge 的位置，就是那个 source 的位置，或者是你这边有一个 charge 哦，我说 Q 有一个 charge 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所以你看到的这个 D 啊 ，OK， D 是什么？ D 出来的话就是，不管你的一，如果这边是一的话，你到最后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四拍 ，rho， 这个就是你的 D， 就是 charge density，OK、okay?。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因为这是 Maxwell equation 里面。那我们说这个高斯漏，那你这个 D 是一个不知道的东西，这不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它是一个 R prime 的函数。这里如果是 charge， 当然这个就是 charge distribution， 这个 charge 的 distribution。你的 charge 怎么分布？那能够回，有没有回答你们的问题 ？OK， 这个是所有的空间。那你要去积，是对 charge， 你要把它积掉，把这个积掉了以后，剩下来的就是 R 的函数。OK， 好。这是结果。我说 F 是等于多少，我说 F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好，那为什么可以写成这样？那这个是接下来我们想要证明或探讨的，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第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去先计算一下。我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既然说这个是我的解，既然你讲说这个是我的解，对不对？那我如果没有去证明之前的话，我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去 check， 我这样写以后，是不是它都要满足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做的工作，第一件事情是把我们写的这一大串的东西去做 divergent。那出来的结果呢？它要是等于 dr， 那同样的，我要它去做 curve， 出来的结果呢？它是 c， 这里是 scale， 不是 better， 你一定要满足。这个是不是成立？这是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OK，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已经承认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以后我们 Maxwell equation 写出来的四个 equation 写出来了以后，这些东西都知道了。那实际上回归起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呢是你的，这个东西是 charge density， 这个呢是 current density，
你就马上可以知道，当你的 charge density、current density 都已经知道了以后，我就马上可以知道我的电场是等于多少，磁场是等于多少。啊？什么东西？对 ，current density， 电流密度。OK， 所以你的 D， 那个 D 不是存量吗？为什么要变成 D 下面？哪一个 ？D 不是存量还是 ？D 是存量啊。哪里有向量？括号里面 D 有没有啊 ？D 选下面这个。对啊，那个也是啊，那个变数也是向量，可是 D 不是存量还是 ？D 是存量啊，但是它里面的变数 D 这个是可以 SYZ 去改变的、啊、会随着它的位置改变它的函数，这是它的函数。没问题吧？ OK， 好，不是它是向量，如果它是向量就会挂在这里的。你现在这个是，你如果是这样写的话，是 D 是 R 的函数。如果你是 X 零、Y 零、Z 零，这个就是 D R plus 的函数。随着你的 R plus 的位置改变，你的 D 就改变了。哎。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D 的部分是跟 charge density 有关系的，这个 C 呢是跟 current density 相关的物理量。 OK， 好，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好了。下一堂课我们接着就是要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